我现在呢，连直播的时间都不够啊！再加上最近呢，我一直在生病，所以啊，真的是，不过都是最后一集了，还花什么时间跟上去啊？啊，欢迎收看阿黄频道。那么各位观众，今天我们来玩很久没玩的全明星卡房啊。这游戏我最后一次玩的时候是在3个月前啊，我这真的很久没玩了。我今天呢会继续玩这个游戏呢，是因为有很多观众呢一直在留言呢啊，希望我可以继续玩啊。OK，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玩啊。还有呢，可能是最后一集哦，原因呢我等一下才说吧。现在我来看一下这个地图，你看大更新了，各位，我不知道几次更新了，不过我一回来看的时候，我真是吓一跳啊！哇，真是整个地图都不一样了。现在我都完全不知道要怎样玩了。现在，哎，我的角色怎么不见掉了啊？哦，在这里啦！啊，怀念，哦，七星卡大孤立。我现在装备吧，要怎样装？哦，可以装了。哦，哎，不错嘞，还有彩色这个背景啊。六星的就是紫色六星，哎，我这个啊，星野爱放下去，哎，我角色还有放水啊，我都忘了，哎，而且很酷的是，你们看下面，哎，还会动，有那个动作的，哎 ，Oh my god， 哇，这个我觉得它更新很不错，这个看到我都想排下一集了，这个游戏，我那么久没玩，我们就哎先抽角色吧，我抽角色。要去第二世界抽比较好吧，因为还有比较好的角色啊。啊，对，我那个神龙呢？哎，去了哪里啊？哎，这我到底要怎么走啊？现在，我们先去第二世界哦，直接传送哦，哎，很快，现在之前还要卡顿一下的才能进入啊。OK， 那么这就是第二世界了哦，这个城市，这是什么动漫的地图啊？哎，你们知道的话留言区告诉我吧。我们现在就去召唤新角色吧。是来这里吗？我们就进去抽角色吧。哎，来抽一下，很久没抽了。是抽哪一个啊？是 Jack， 我记得是 Jack 的啊。这不过这角色我都有了，不需要抽吧？哎，不过我记得我这个米卡莎要进化的，这个啊还差一个啦，我们来进化吧。我很久没玩了，进化。来召唤一个米卡莎出来先，来十连抽，各位，哦，哎，不一样啊，十连抽，黑悟空吗？四星，可以跳过吗？我要怎样跳过啊？直接按吗？哦，哦，这个有点不一样，哦，抽，简单轻轻松松。OK， 我们就来进化啊，这个，哎，升级，哦，哦，变这个彩虹颜色啊，我来进化。它特效也哎蛮不错的，做到闪闪发亮的，哎赞哦！哎，我的米卡莎终于是六星了，在哪里啊？在这里吗？哦，我们现在来玩一下吧，我很久没玩了，所以哎，我要前玩我都忘记了。无限模式 ，Let's go！ 哎，我们玩一下，哎，等一下，我觉得它这个路口可以不要做，有挡着的吗？我觉得你看，有时候你进入的时候会卡着，这个要我觉得要修一修哦，这里这个无限模式。哦，变到这样啊！这个客厅里面做到有点窄啊，我觉得，算了吧，我就进去吧。这个无限模式，我们玩哪里一个啊？我都忘了，好像是这个啊，这个地图应该是吧？我们自己就直接开始吧，来开始。OK， 是这个地图吗？我记得是从哪里跑出来的啊？等一下啊，这里啊，没有错没错。然后，哎，我进错关卡了，白痴哦！我都不知道要选哪里一个，现在，我就选最普通的吧 ，regular。OK， 我就开始吧，随便玩啊，各位。OK， 开始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不是开始了吗？怎么又回来原地啊 ？Hello， 这是什么 bug 啊？啊，我才来刚玩游戏，你就给我中 bug， 靠！OK， 游戏开始了。OK， 那么，咦，这个地图怎么那个路线那么短的啊？我是选错地图了吗？算了吧，我们就先玩一下吧。然后，角色我忘了，我们放个角色先吧，放这里吧。哦，哎，你们注意一下，现在角色我点击它的话，它可以看那个超大范围的那个蓝色这个框框啊。它以前也是有啦，不过没有那么帅，这个做的好帅哦。啊，然后我放跑了一个角色，等一下，Bye, have a great time。我放心也爱，我要赚钱，我应该放中间才对吧？等一下，它的那个范围会增加，升级的话，这个角色先卖掉它先吧。我先放，放来这里先吧。OK， 放这一格，因为有加 buff 啊，有加伤害，不然等一下没有伤害，打人不痛啊。
OK， 那么角色就放完啦。那么的话，现在我们就可以来聊一聊吧。那么这个全明星塔防呢，我突然间不玩的原因呢，就是我没有那么多时间玩啊。当初呢，我玩这款游戏呢，是觉得蛮简单的，而且角色可以升级啊，五星、六星、七星啊。结果我没有想到的是，它要花的时间是很长啊。好像呢，你要升级一个七星角色呢，你必须要花很多素材啊。那些素材的关卡呢，是很难还可以打得过的。加上呢，我没有一些特定的角色啊，所以一个人打起来呢，是非常困难的。所以呢，你要升级去一个七星角色呢，真的要花很长时间啊。所以我没有那个时间去玩，除非我是专门做这个全明星塔防的一个实况组呢，那就不一样说了。可是呢，我不只是做游戏啦，我有时候会做一些反应影片，或者是玩一些游戏，所以我真的没时间专注在一个游戏里面啊。我现在呢，连直播的时间呢都不够啊，再加上最近呢我一直在生病，所以啊真的是没有多余的时间可以玩这个全明星塔防了。还有一个就是很现实啊，就是我拍这个全明星塔防的影片，它的流量呢一直逐渐在减少啊，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导致我没有动力再继续玩了。如果我真的很有多余的时间，我真的会继续玩这个游戏啊，因为我还蛮喜欢的，因为我蛮喜欢看动漫的，加上这个游戏有超级多动漫角色。然后现在88关哦，又失败了各位啊，我只能通到88关了。哎，没有没有，还可以再通。哎，不行不行，失败失败了，拜拜，88关啊！哦，他这个经验值的这个角色啊，变得这样了嘞，啊，好亮哦！看来呢，真的是更新了超多东西啊，我有一点多少跟不上了，要花一点时间才能跟上去。不过都是最后一集了，还花什么时间跟上去啊？啊，那么全明星塔防呢？应该是最后一集了，我觉得应该不会有下一集了。那么也感谢大家一路以来的支持啦，虽然不是拍过不是很多集，不过也感谢你们啦。可能有一天呢，我发神经就我想玩这个游戏哦，啊，也说不定哦，到时我就会继续玩的啦。 OK， 那么我就废话不多说，全明星塔防有缘再见吧， Let's go。